繁阳女的性格。每年在3月21日至4月19日出生的人都是白羊座。白羊女阳光乐观，积极向上，喜欢自由，具有很明显的独立意识。她们喜欢自己独立解决问题，不喜欢麻烦别人，有时会给人一种女汉子的印象。不会掩饰是白羊女的特点之一，这也是她们可爱的地方。所以她们几乎不会撒谎，因为还没来得及编制谎言，脾气就已经爆发了。白羊女会将感情放在第一位，十分讲义气，她们的异性缘也很好。但白羊女是典型的三分钟热度，容易头脑发热，做事也比较冲动，常常会因为自己的冲动而付出一些代价。